香。你干啥？啥玩意儿香啊？那面板香啊？老对你赞谢。给你烙点软饼吃，这是烫面，一半烫的。给我玩一会儿。不行，这么大块面给你玩。我好难呀。那也不能给你玩。100块钱来换。你不耐不干。挨饿的时候100块钱不让出，100块钱有啥用啊？这吃了还能管饱，你100块钱能吃啊？50。那也不干，100都不干，50更不干。20。和点油酥。做酥饼啊？做金饼。晚上就别吃酥饼了。昨天吃酥麻花，今天还酥饼。整点金饼。我刚洗完手。刚洗完手，你也不能动。这么大块面，你别给我动啊！哎，你和呀？啊，我和还行。你你和还是我也和？我能和呀，你不能和。听见没？为啥大人能和还小？我擀面杖呢。我不知道，你问我。哎，我给你把手给你打肿它。让我来一下吧。啊，好好看呢。好好看呢、啊？有你好看吗？没有。没有你好看吗？你好看吗？好看呢、啊。你哪块好看呢、啊？跟小傻子似的。啊，妈妈。饼老软了，这天。啊！奥利给！你没跟你姐聊聊去啊？你不是想你姐了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为啥跟你姐聊了不唠嗑呢？刚才聊了，然后没搭理我。没搭理你。是吗？嗯。上自尊了哈。刷点油。哇。好不好看姑娘？好看。鼓起来了。对呀。咋的快？刚出锅的，说话不算数，怎么不算数啊？咋的了？你说你不吃了？姥爷能不吃吗？我想吃点饼，别吃饼、啊。就喝这点粥不喝了，饺子明天打了。你不说你不吃吗？我咋啥都想吃呢？咱家面食多多，那还有那些麻花呢，这又馒头又烙的饼。外头还有包子，是吗？拌的菜我做的，评价一下，挺好吃，挺好，发自内心的，好吃就是好吃吗？嗯，原来妈妈好吃的还是姥姥好吃的？我姑娘做的好吃啊。嗯，我姑娘。你姑娘。嗯，哪个是我姑娘？你知道？这个。这个。这个是，嗯，姥姥。姥姥是我的啥呀？姥姥是你的老婆。